欢喜感恩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小竹中悲恋，从心深处思离他，恩常尊他为最上，一句一些耳中有情，恨为猛烈最苦迫，坚守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发菩提心，普度众生，共成佛道。第二塔也好了诶，那大家拢要欢喜，尤其过年要到啊，大家拢要来到遐去订一只道棍啊。那各位，你个想看卖，到遐嘛，袂使讲伊唔对，伊要生存，但是伊只道棍啊，足艰苦。是，那叫做众生相，因为所有的众生无了解因果，虽然要追求生命快乐，就敢那同情家己，咱家己来去用欺负。那其实那只牛，在过去某一世，一定要用尽残忍的手段，在非洲草原走来走去，就是这只牛安尼娃娃去用咬死。当然，爸爸看过一个影片，一只狮啊，那各位咱在一直祈求佛菩萨加持，同愿众生亲信因果，你要得到快乐原因。那佛教的简单的道理，来咱来亲信。所以我先来讲一个过去讲的故事。我对我国家，佮背一遍，惊袂记的啊。那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个旧林里面，竟然有一天转去，将因囝家掠去台啊，因某婆伫个台湾，佮等落大鼎来都要煮，啊问因阿公，啊这是。这个这什么肉你做甲恁好食？因阿呢最心想，迄恁囝恁拢唔知。结果走出去甲肉到，那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那么破病，啊，大家当作伊是死去啊，啊，较水归去啦，你无所在去，啊，我带你做某，爱怎啊做这个强盗的某，啊，结果后来去逮。结果大家因翁的观察内底，啊，大家拢转去啊！我爱到哭啊，大细声，阁无死。结果就出家人，啊，我一讲去乌了一个查某人，险逢歹死。啊，这是什么因缘啊？那释迦牟尼佛就讲啊，伊讲啊，我讲给你听。过去有一个皇后，那甲皇帝感情真好，但是后来呢，皇帝去爱了。有代志出去无滴个，那这皇后就趁皇帝无滴个，将这个查某囡仔生出来囡仔，偷偷个叫人家抱出来，
甲迄阵就去甲皇帝投啊！你的皇后将你甲我生个囝娃娃带死，迄阵皇帝就甲皇后叫来啊啊！那是我那真正叫人带死迄个囡仔，那我生生世世啊，食我囡仔的肉，或者咧毒丸。那是妖魔的，佛就讲，因为过去世做这个阴，佮发这个啊，为了保护家己，发这个毒誓，所以一世人皇帝不得不相视他。妖魔的佛就讲，比丘讲啊，你的话爱去甲这个啊，你救到这个查某人，那爱甲伊讲，叫伊爱忏悔。这东西下面佮念下面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莫怪别人。自作自受，乃至呢，往后这查甫囡仔来抢你的翁，查甫人来跟你的某安怎？乃至你开车弄到，你看那车叫偷摕去，这拢啊！你即马最近咧贪心，我你想要谈恋爱啊？结果你也不应落来啊！啊，赶快两个水水的查甫囡仔去谈恋爱，一个。所以咱修行的人了解这道理，过后摆要做什么任何的代志，你就要存一个好心。啊！你若存一个，所以如果伊若发到学下里忽然呢，自卑、讲话柔软、客气，那这几千个就袂甲拍死。忏悔，所以各位要有机会嗲嗲忏悔。所以看到佛就先拜，拜是消毒五万忏悔。今日有机会听闻佛法，归佛了解因果，改变命运，各有法度解脱。但是众生就可怜啦。那边啦，众生拢是咱的父母，而且众生佫无咧合福，这众生可能咧作业、咧受苦，迄拢是咱的唔对啊。那安尼你就好咯，我既然要度众生，过去无该结好缘呐。啊，如果咱过去来该结好缘，哎，今日就要有机会，像咱今日办个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结果，只要你有信心、有愿，不定往生，必定往生。所以徛咧菩萨，爱目睭金金看，那一定要往生净土成佛，要度这个你眼睛看到这个白骨众生，你捌伊，伊毋捌伊，那一定要升起这个信念，这叫做无力啊，变过去，那安尼就无意义啊。佛教是这个思维，这个禅，那以这个动机念阿弥陀佛，种种的烦恼恶业。和因共同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做一个老爸，做一个老母，疼囝是自然的代志，连想嘛免想。伊任何的时阵拢想着囝，食了好食，阮囝食无？天气冷，伊唔知有炸衫无？大家坐车拢平安，大家拢到目的地，大家拢对我去拜佛。所以为了众生，所以咧念佛，祈求三宝，祈求佛，咧送人物件呢。无迄个习惯，我再见无迄个习惯，你无送我就算真加载啊！我搁送你，哎，即马出家啊，同我是唱歌兼跳舞安尼，讲笑话，今日袂使讲严肃的代志。啊，今日是要来食好料欢喜的。我们占山师载我去占吉良的厝诶，叫我哇车开过头还是安怎？我开去望阿伯，我讲对，恁爱护，伊就是讲，喂。啊，经过遐侪遍来遮几啊年嘛，捌去遐，姻缘无够啊。啊，既然开车甲超工甲带去，伫咧园林，那我想哦，较早来分林的啊，唔知有啥物代志要做。结果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所以结果嘛是暗暗嘛唔在搞。像明天的法会，不管你做啥物，过去心不可定，但是要自卑；未来心不可定，但是要自卑；现在亦不可定，要放下七千块。啊，无福报，你唔知要修啥？啊，所以那阿那个买较济呢，啊，佫较贵，因为迄蒙阿波落到念佛持咒。如果你的动机啊，失去对众生苦的感受，升起大悲心，为了众生，所以我精进追求。甚至有个人食素食是为了身体健康咧食素食啊。那安尼拢无法大乘佛法，死亡是必然的。但是因为咱今日了解佛法啦，佛切加贵救，我今摆来分您了，就小想要救底啊！各位，你嘛是拜托啊，领导地无啊，起而后，我们也要扶持人家啊，集合很多人再去租一个养猪舍，如果人家废弃的最好，
所以我定来个张妙莲讲，马上拜托诶，今来无代，咱搁个请，然后呢，划得来，搁个这钱我们都愿意啊，因为大众为着慈悲心，但是无人要做这个代志啊。对囡仔都无食猪吧，我即马搁食素食，我感觉放低。就这种思想，你来讲，这个人不是大圣菩萨，这个人是自私的，伊咧做功德，你人呢？无缘大族，你唔捌参加过战争，你的老爸唔是去有战争拍死的，但是所有战争死的，拢是咱关怀的对象，是不是？周家路啊，迄拢是咱的老母姐姐的。我对囡仔对这印象足深足深的，我厝的阁算好个，会流血苍白，我没有会流血啊。但是我也要打起精神了，打起精神，然后想办法，希望大家都要。我刚刚这人，我虽然酷酷的，我就给博，我很喜欢这个人能够了解他的因缘果报，很知道能够知道让他怎么修行。但是我发觉，虽然我有心，也帮不了对方，因为我方法不够。佛教讲说，咱今日阿未证到大悲心成就，咱阿未证到空性成就，咱阿未得到神通成就。所以你虽然有心要甲对方讲，希望伊更加精进，但是呢，伊嘛无法度。但是至少我会甲家己讲，但这个心咱未使无啊，那一直就敢那烦恼爸母无食菜无好荤，啊对爸母都爱个客气，乃至用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就算那最后一口气，伊个爹你甲讲一下。像我顶礼拜咧台北，我丈妈算信基督教徒啊，但是伊种信基督教是为了政治咧信的哈、啊，所以伊毋是真正基督教徒在海，但是叫伊念拢唔爱念，啊，即摆破病去甲看，哇，母啊母啊，哦，你来念观世音菩萨吼，就会足欢喜，伊甲看者，伊袂使念的啊，念的是违背他的信仰。但是我母啊，你免念，我来念啊。我来念，叫我念伊把酒开开啊，小可合掌，我念足侪咒语个安尼，哎，和那个灌顶同款。我的观想，我一世人所修的一切，过去所修的一切，拢回向我这个丈母啊、老母，过去什么拢是我的老母。然后同舅伊愿意听我念，结果我回来就欢喜。我念完以后啊，伊打电话讲出院啊，出院啊，本来是。宣布爱，那开刀就会心脏衰竭，就会死。啊，那无开刀，盲肠会劈开。医生讲，恁家己紧哦，恁家己开会啊。医生拢开刀啊，我们也尽力；不开刀，我们也尽力。那各位处理代志安尼处理哦，因为家属就烦恼，这边是开刀牌，那我们佛教徒你个差不多写准你就死啊啊！那佛教徒心内底讲，当然他老阿卖开刀随缘了。而且我讲门诊机也是尽力，医生决定要开刀，也有医生的立场，但是呢，通通对，但是执着就是错，你看会造成这样念，保持一个随缘接受但尽力的心态。但是各位，法的力量超过世间所有力量，哥的啊，所以结果我妈妈有一个乳腔炎了，占星师给她看舒服。你妈妈很喜欢吃那个藕啊，反正这些都不行的。但是我妈妈有这个果报，但是我知道了，开刀也好，不开刀也好，我都努力，一定要这样想啊。那我的丈母娘为什么盲肠开刀？啊，我们占星师给他看，师父，你丈母娘杀过鳗鱼，这是被金老爸哭啊。结果放完三天，不用开刀。医生也说奇怪，不用开刀也不会痛，恢复正常。世间人包括医生、博士都没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道理就影响医生、护士。所以我这一次的先说，这个很麻烦哦，这个很麻烦啊，在你固定每个月来检查啊，然后看要怎么处理。因为我妈妈什么癌都没有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我没怕，我大哥也一样。这次我妈妈出院之前，她心情也不好，因为她天天熬夜最快的方法。所以我大哥在好像是六天前跟我讲说，已经检查回来，乙型功000，通通没有指数了，啊，整个大胆二胆，啊，那肺部有三颗，啊，
一幅、二幅、三幅，而且三幅现在变成二幅了，少了一个。来练习吧，你也勉强自己啊。啊，那现在不要讲啊，你脾气坏啊，那是你自卑心无够啊，柔软心无够。老母那个功德，回向南韩四中医院，今天早上发生大火，然后呢，33个老人被烧死。啊，实践十大愿王。修行十波罗蜜，啊，咱对世间的十供养到心不够，啊，不得不去问问因果啦，去拔杯啦，去问这功啦，啊，但是如果你已经深信这个因果观念，起心动念的问题，佛法生三宝，祖师大德慈悲降临，一心祈请贤结千尊，有人拜万佛啊，他希望跟每一个佛都结缘，那。以这样大供养的功德来，所有功德回向六道有佛菩萨都连结，升起对诸佛菩萨平等绝对的信心，升起对六道众生你我一体的同体大悲心，跟他连线，然后我们自己很专心的啊，为众生来供养佛，那时候就安住在空性。你要达到空性，叫发心不要起紧，没要紧，你有一个心同要紧。那念经、念经、祈求，那是咧保护印度人的心胸一种的状态。便是贤结千佛加持，念一下：一心祈请莲花生大士慈悲降临。你所爱的人，即马足健康、足快乐，你心情也足好诶。所以咱来去观想了，即个受苦众生拢无受苦啊，拢快乐，穿足水，功德啊，老母欢喜无？足欢喜，哇！条诶人福寿无量，往生诶呢，我马上得到大福报升天，啊！你立马就欢喜，已经做了来88000场国际烟供药供，随喜功德，爸爸哦，可能没发财啊！啊！我今日食一顿寿星，这个功德拢没有分欢喜，拢没有众生得到功德，那就是咧这个酒会艺术，所以你不要念这酒话经，变成安尼。所以咱即摆大念，哇！祝福菩萨欢喜，众生更加欢喜。各位，过年到啊，红包包较大包的，好唔好啊？哦，一切善经功德来万万回向，一切众生同享功德100%，一世啊，咱就无留起来。一佛是要安怎好，更加艰苦的人，因为咱的存在，你好起来，渐渐好起来，善起来好起来，破病好起来，无册读的人通好册，无厝。听讲，你若去看迄种佛寺，足大间，隔壁厝啊破破，迄间寺庙你著卖去，无慈悲啊！你寺庙是你，互边仔的人拢好起来。那不如叫做三万多，扎沙拉吼。来，请先加155。来啊，每一道该讨一瓜饭，好唔好啊？几几啊菜嘛，无要紧，甲汇集起来，咱大家上中原马上下哦。感谢下回办团去越南，好唔好？还有到场义工15位，拢总25位共同完成啊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护持正好1996-5232。19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3月31号星期六，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日，念阿弥陀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心灵讲座，讲题快乐来自于慈悲。联络电话0355点万灯共万水。药供即慈悲施食法会，晚上7点半心灵讲座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持斋除罪90劫、俱十月、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、善行与恶行成实。4月4号星期三，观世音菩萨圣诞、俱十月功德日、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4月5号星期四，俱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暨年度功德主点万灯圆游会，联络电话
0522255888 0521667000